联盟。精神。猴迷妹是不是现在的傻子？不是啊，我不炒粉的。来一个蒸汽机器人，这把得争气一点啊！虽然对面玩了个沙米拉，但是我们勾还是很好勾的，毕竟他没有什么位移。咦，我今天就勾你一下子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打你个余震！哟，兄弟，给我加血，快！潘森，快过来，这波他们上当了。这你为什么要出去送一血？配合的不是很好。你这饭还吃不吃了呀？都凉了。不饿呀。为什么不饿呀？就是不饿呀。不昨晚吃多了吗？昨晚吃多了应该不太会吧，就是不饿呀。没事，死一把死一把吧，问题不大。沙米拉这英雄确实是有点厉害，怎么的呢？他配合着日女啊！哎呦我天哪，简直是天衣无缝啊！吃个药，对面银马应该不会过来。你先补刀吧。哎，他俩打我们俩确实挺好打的，这组合的能力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日女随便指，指到 ADC 就上来就杀，我们勾到那都不一定能打赢。兄弟呀、啊，我勾炮车呀！点啥呢？哎，我这波勾炮车没毛病吧？我身上控制装，别上啊！拖一手，别上，在对面兵线推过来的时候别送，好吧，别送。你觉得没毛病，我也觉得没毛病，那我勾个炮车还不让了？我们就站着戏命师后边啊，他们敢一上来我们就在这一待，绝对没，他不绝对不敢上卡兵线。来，不好上，兄弟，那日女儿就搁左边，其实她来的很快的，而且她能挡我的 Q 技能。哎，这英雄好克我哟！玩这种勾的就怕这种东西。哎呀，这 ADC 自带风墙还贼烦人。是个炮车，你就慢慢跟他补，没事，我就找机会，不着急，我们不用非得要干，用不着非得硬干。我找机会勾他，你日女儿都不先手，我先手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说这玩意儿克不克我？我勾着打不过，人家勾着吧就能杀，那日女扣的我一的我，兄弟你怕啥呀？这
哎呀，这潘森军小兵，我操了！兄弟，你真是我爹，我发现了。再推一波啊，来，来给你个灯笼，回家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来个冰心儿。来一个小冰心儿。这小子出二速孩了，不好勾了。嗯，哎，回勾，别杀我，我不是夫。杀呀，怕啥呀，这都反打了，杀人马，来一下，再杀，别让鱼的真死了，傻逼。哎呀，又骂人了啊。不是，确实我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的好刚才那潘森的所作所为。麻子的 OK， 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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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怕别怕别怕，人马没用，人马打不死你，人马没有大，我保你，你不用害怕。你这为什么扛塔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走位。叮！杀！起来！你一个人不会杀不了吧？漂亮！兵线控着啊！走了，回家了。咦，我差点钱哎！你再点我，我就生气气哦。明显这就是要布甲孩了。三速孩咱就不除了，
来个布甲还凑合用。俺们一个人头都没有，绝不抢 ADC 人头。 ADC 八级，对面 ADC 六级。没事，不着急，我们可以再勾勾这个日女就算了，勾他们家 ADC。银马没在，哎，哎，真是怕死鬼脱生了，我的天！你说你满血，你往那旁边跑那么远干啥呢？你说。一共啊，我们家 ADC 刚才把这场战斗撇了一个 Q。所有的伤害全是我们一个人打的啊！就刚才这一波，一共他就撇了一个扣，他就再也没放过东西，平 A 都不敢 A， 我都不知道因为啥。你说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，大哥呀？你那么害怕吗？再来一波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没有眼儿可以。怕我？你俩不都得死啊？闪现了可以，他点烟没有，他伤害不够，没事。截住他，假装往上上，逼他放 E， 我们走，一个勾。来一下，中！哎呀，谁呀？怎么台湾打电话？完了，这没用，风险来电。让对面以为我走了，其实我们没走，往这一扫，在这一站，对面银马过来，直接上当。先杀的 ADC， 你给我双杀来。你说你把闪现交了干哈？你都没掉血，你说你交什么闪呢？你这波闪现把他杀了多好，你说？有点难呐、啊，没关系 ，ADC 是我的孩子，我得对他呀，我们对他得那啥，对他得有耐心一点，对他必须得有耐心啊，没有耐心不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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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按错了。
哎，快跑快跑快跑，我一寻思他就得来。哎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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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，装备了装备了，这波装备了，对不起，走呗。哎呦，我的双 buff， 哎呀，这波可是有点装备了。我想勾一个别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这侍女谁知道头这么铁？我的双 buff 没了呀！狗级的攀升，来，我到了，这波可以打啊！呀，峡谷先锋跑了，我先把他勾过来呢。兄弟们，这波资源怎么样？溜了溜了。俺们家的 ADC 呀、啊。二打二能打过，没事儿。你跑啥呀？你给我打着萨米拉！还搁那画呢，画弧。往哪跑？跑，对，跑。四个车，本来想抢他一个人头的，没抢到，可惜了。呀，对面还有蓝枪这种英雄呢，干哈呢？我说实话，这机器人的钩比那锤石的钩好玩多了。这怎么的呀？这刀锋啊！你想杀人吗？你想杀人，我给你闪现钩。看你们，我都无所谓。盲钩，钩一波寡妇没钩到。回家，回家了，2100块钱。送了，开始了。干哈呢？这兄弟回头干，他杀不掉我，没事。哎，你们杀潘森呐！跳弹，潘森，潘森，杀潘森！操了，这不杀潘森，杀我！犯病了呀！这是，让他砸死了。哎呀，这你说老杀辅助干什么呢？那潘森968。300块现金红包，拿掉就是600块。哎呀，狗头人950 ，ADC 1000，
就盯着那辅助杀，我死最多死了六把，硬杀呀。我今天肯定不能让你们打好了这东西。嗨呀，插个眼儿，小龙拿了吧。啊，我勾了个小刀锋。哎呦我狗头人，银马呢，给我出来。哎哎呀，好了，给你个眼儿来。哼，陷阱。兄弟们跟我冲，泪目不？